你看，是不是有出太阳的感觉？刚刚我不就说太阳出来了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啊，对，就是现在消失了。Family 看不到，这些全部都是雪场，我们都要去滑。这个地方超级大，一大堆雪场，然后滑片它。那要怎么办呢？要怎么办呢？滑片要怎么办呢？滑，你说怎么滑片吗？对啊，你说有办法滑片吗？是吗？什么时候？所以你这样，你觉得明天要去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明天继续走，不然换地方。买全山的话就是选方向啊，选奥智赫的话就是，选奥智赫的话要订餐厅。没有那个一按现在就可以按了。现在几点？你可以打电话看看了。现在还不到四点啊。就是不到四点，他应该开始准备。现在三点了，快三点了，打打看。现在才2:53。你先打一次看看啊，所以他已经开始。这是干嘛的？晚上吃饭的。他吃什么？我觉得还没有。是啊。你先吃什么？想要吃居酒屋。居酒屋。还是算了，今天就吃 after 就好了。没有。after 快到了吗？啊，还早。还有几根柱子啊？这个没有，不知道哎，还要再拼着一些下。没收据吗？这种会有人滑吗？不行啊，他会不给你滑。偷跑过去，偷就要去没收你的雪票。被跑车抓到，跑车就会没收你的雪票。没有被抓到，他们就会滑。没有啦，一样没人接啊。是啊。这里没有很这里没有人滑。你电话挂了哈？挂了。自己开啊！开了雪就会掉到你脸上，那个粉粉一颗一颗的。你要开吗？要。哇，还好这个不会融化。这种都是雾。就粉啊，它一直降，多降一点粉，就变松。如果都没有下雪的话，雪况大概每天都降这样子，只能说不算差，但也没有很粉。就早上要一开始来滑面条，你都刚压好。对啊，然后面条没了以后，那些固定的那些地方全部都是要到了吗？还早嘞，我就平着再拉一下就快到了。怎麼那么久？到了啦，到了啦！我已经看到缆车站了。是吗？我就说再平着拉一点点就到了。刚刚我应该要横着看到那条绿线才对啊。到了啦，你要空了，还没。你都戴着口罩滑。我的面罩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戴口罩啊，现在。但是我觉得手套湿湿的哎，糟糕，我的雪镜掉了，我掉下来了，我要来去外面拿。干嘛换？你可以自己拔起来哦，自己拔起来。有点难弄，我刚刚也是，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下不去。你要挑对只，对，有一只会撑得住，有一只撑不住。还是会起雾啊？还是吗？马上拿下来，现在拿下来。是要往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。A 弯是什么？啊？ A 弯是去东莞。你要去东莞？你从带这次啊，我们帽子脱掉，这个不要戴。你刚刚有戴面罩吗？对啊，没有，那就是帽子的问题。再往上山。今天晚上还快有没有用？
冷哦，我好冷，我手好冷。那只手上会戴起来很冷。哎呀，很冷哦。像你额头会不会太冷？我怕你额头会太冷。太阳嘞，太好，冲回家啦，就会更凉了。对啊，要露出额头，你等到额头会痛再说。你现在先等。不要到时候，你不要弄到头痛的程度哈、啊，他会头痛，他是会头痛的小孩、啊。就先露出来啊，先露出来。哈，多少人你不要弄到，你自己觉得哎、欸，好像额头有点太凉，受不了就要拉下来了。不要傻傻的。啊？我都没戴面罩啊，你怎么顶得住？鼻子都要动。会啊。会，你还是拉起来好了。不戴也会洗。没有穿好。啊？这也冷吗？你还好。好，就跟着他吧。对，这里还蛮漂亮的。嗯，还蛮漂亮的啊，就可惜不够大，不然就可以变树冰的。这里一向都不会变成树冰的，不过既然如此，我拍一张，好像仙境这样。对啊，还蛮漂亮的，人好多、哦。没关系，人多就先拍人多吧，等一下就拍人少吧。好了，现在是人几乎没有的版本，还是会洗污。那要滑动的状态下，不是他起雾的是眼镜。是眼镜不是面镜，是不是外面的还里面的？是他的眼镜，那就是眼睛啊。眼睛在发热吗？不是，眼睛会那个一直缩起看不到，那就下面那边再拍。太污了。下去。看，它是拍风景的地方，但它现在太污了。
哈？这个是预约，拍不到。好像有一点要变清楚，就还是不是？不会啊，就都是雾的。对啊，哦，好冷哦，好冷，抖抖抖。那走了。啊，走啦。滑很久，要滑回去啊。滑回去哪？滑回去哪？你要去西馆还是南馆？我随便啊。随便。要再滑一次吗？你要去找他到一半而已。嗯。你要去找他们吗？是要走 C 还是 B 啊？这样就一半。啊？这样就一半。上面是平的一半，下面是比较陡的，陡的四分之一，然后再最后四分之一是接回去。对，都可以。先接回去啊。好，你先。右边就是我们刚一直滑的那个缆车，这里就是唯一跟刚刚最陡的地方差不多陡的地方。刚刚有最陡的地方？刚刚有啊，刚刚我们一直滑西馆那边有，这边是蓝的，你看那边，哦，很漂亮呢、欸。没了。啊！哈哈，为什么我今天一直摔左边啊？很痛哎、欸。没事，一脚。很漂亮哎、欸，大蓝天。好、啊，可以了。你要再滑一次？你是说滑一次还是要贡多拉吗？先去看，不过你姐他们应该是坐下面吗？还是怎样？嗯，搞不清楚。总之先回南馆再说。好。对。难得哎、欸！你先，请你先。
刚叫我们，他们在这小缆车上。嗯。那我们还是坐这个吗？嗯，有点累。太气了。我觉得我们滑下来可能刚好他们差不多，因为他们的缆车真的很慢。问题是，哦，你上次坐这个也上不去是吧？都可以啊。那就滑一次大的。就觉得好，一下就到了，所以大家都滑完。他也冲很快，要卡还是？他也冲很快。是啊。工作标准吗？要他看，我不想。还要练。还要练。现在是模仿阶段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，你不要管动作标不标准，要安全。动作标准的话，刹车随时都可以刹。所以要检查动作标不标准，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你想要停的地方随时能够停下。或者说你想停的时候，会不会还要往前滑个3公尺？那就是不要。但是速度快的安全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速度太快，摔下去就会比较严重一点，你知道。7分钟，所以就是要能够随时停，要停就停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刚刚在检查我自己的动作，发现是不标准的。我想试着比较靠近一点的时候，突然间就变侧滑出去，有时候我偷偷往后。直接滑下来的话，没有，他那个头真的底下比较大，有没有一鼓作气斜的上去？斜的，要斜的。从头戴很难戴得上去。
还有水啊，所以会一直变出水啊。所以水是哪来的？那个水就是起雾的来源。知道。眼睛那边有会出水啊？他的他的鼻眼睛，他口鼻都没罩了。也有可能就是那个冷气太多哈，鼻子，或者说眼睛不习惯太凉，能够一直流鼻涕，就是眼睛鼻子很凉的时候，就会一直出水啊。我之前也有過。哦，你是说它是黑的？那这样怎么知道我们在录？啊，知道啊，它有个地。哦，你摸超暗，它只有一拍、欸，不用管，它不是拿来冲，它就是边给电出力。对哦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说这个。哎，怎么办？要怎么关掉？不用关，它大概就会休眠。对啊，三分钟，荧幕保护，我还看得到我自己嘞。对啊，哦，你说你那边也有。对啊，对啊。你要说什么？没有。哎，你该不会从头到尾它都朝前了吧？对啊，朝前，你没有帮我调角度啊？我不知道是刚摔下去歪的还是。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有跟你讲说叫你要帮我调角度，你有弄过？调角度是扭紧，有吗？你有扭紧啊？我没有。啊？那今天可能都是失败的。温泉？没有。那我不是温泉哦、喔，那只是那是浴场，不是温泉。是哦、喔。对对对。好好。亚洲款，贵好多、哦，比较厚哎、欸，比较厚哎、欸。难道因为是比较厚，所以带不进去吗？不是，它是新买的呢。你是说它那些那个在试的时候？抽试的时候带不进去。嗯。你看这个面好厚，比我们厚好多的感觉。应该是不错啦，但是它后面是皮的。它哦，到时候第一个后面是用扣的、哦，对啊。哦这个叫小心，我们以前就是这扣坏很麻烦，就只好换。不能用直接套的。这掉啊，扣不住啊。这个会符合那个形状，怎么那么准？套的刚刚好。套的刚刚好。好冷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每次坐缆车的时候就来按两下，看说不会成功哎、欸。按什么？买票啊。还是说你这上面已经湿掉了？你按一按海绵有没有湿掉？鼻子那里或没有、啊，都是干。那就不知道哪里来的水。这个护目镜是新的吗？好像是，哎、欸，好像不是，哎、欸，好像是。是吧？我还有给你买。里面有看一下有没有内膜要撕下来。又没有。不确定哎、欸，没有哈、哦。是从哪边撕的？你就抠抠看看有没有个东西。抠边边的，不要抠这种东西。就是抠边边的，没有吧？那就没事，这样有的话撕下来，撕下来，真的有吗？是软软的哦。扣回去有一条丝，那应该不是，那就没事。有气泡，那就是有个膜啦。我看，这里啊，我看不到。你车子没？嗯，该不会有个膜吧？咦？没那么难撕吗？对，应该没那么难撕。那我这个不是看不到。对，它掉了，它掉了。掉。
出来了。对啊，快！我手上的水滴应该是雪化开了。嗯。哎，又掉了，又掉。买想要去看音乐剧的票。这样就起了。带降服带全部不带，不行啦，太冷了啦。这样危险呢，不要啦。
怎么办？我们都没有眼镜戴在雪镜里面的经验。你几度？你近视几度啊？500。哦，那也两眼都是。那你还是只戴眼镜，不要戴雪镜、啊。太冷了啦，而且我觉得要保护啊。你看得到路，但是你看不到跳起来的地方，所以很会摔倒，会很危险。我之前就是有类似的，只要吃一点点蘑菇而已，不是很清楚。很不啊，嗯，你想拍空的、哦，很难哦。嗯，还有更花的来，本来是黑的就算了，然后还有更花的。你先。怎么了？哈？哦，小心呐、啊！没事吗？还好吗？风景好吗？比刚清楚了。啊？这样就说是云海了。这里不能滑。不能。倒车，你现在卡我荒野所以。
我问你哦，那他应该是只能买萧尔山的全山，萧尔山的券，不能买全山的券吧？折价，你说折价？嗯，折价只能萧尔山。OK OK， 好。七五的，只有萧尔山是七五的。哦，好，看有没有看到他们？应该早就不知道滑到哪里去了。那边很跳跳，啊、那边很跳跳，继续走，你跟着继续跟着。吸管吗？吸管。好。管了，他们啊？他说他们要往西管了。对啊，他们应该是这个缆车刚下，可以打过去。对，那、我们嘞？你回去啊。啊？那我们要坐这个还是坐拱多少？你说坐拱多少好回西管？也可以啊。还是你要坐这个？那坐拱多少？还是坐坐看这个？我没有滑过这条路回西管、欸。好啊。没滑过哎、欸，从来没有，我好像几乎没有坐过这个车哎、欸。就是小台的，对啊，这它很慢就是了。一个人做一个啊，走走，嘿，
ざございます要坐很久的，做饭的，对啊，很慢，广东老板又拉比较快啊。回去那边而已吧。好冷。
不行吧？还是可以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知道，好像可以耶、欸。有啊，好像可以哈、哦，外侧吧。看一下路在哪里。好像可以。有来过这吗？没有吧？哦，就滑来这边哦。他们在那。好，我冲过去。
啊？那里，这里，我来这里，这里。拍一张。爸爸还好吗？慢点，拍一张，不要动。对啊，倒掉了，爸爸不要动。怎么都不见呢、啊？我们就去滑上面的、啊。我们都要滑雪啊。我说他差一招找你们。哦。我就说不行，你先。那我就练好了。哦。你这样就要练好了，那你先滑，我跟你。拍后面，自拍吗？你不是练好了吗？来来，我自拍。没有啊，你鞋子都有绑紧吗？有哈、哦，我怎么觉得左内脚看起来松松的？来，我弄大家自拍哦。你跌倒在那个缆车站前，我叫他，然后我自己就没有抬起来，没站好就跌倒，交叉了。哎 ，Angie 不能动，我们大家动，来喽！我看，我看，那我要转方向。刚刚也还没。哪边？哪边？我在你中间。过来，过来。我在你后面好了。班长，班长可以吗？这样啊，没办法。班长，等弟弟过，我都烧。班长，可以拿。站起来吗？我有点要站。好，好了。嗯。好。过莫莫，你进来一点，丽丽前面一点。OK 啊。好。准备了，还有十秒，十秒。然后按球姿势。OK， 七六五四三二一。反正眼睛看错镜头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、啊，没有方向性。抽签，看看，八秒的，三、二、一。我是 Michael Jackson。Okay、可以吗？有、哦、漂亮，天气变好很好一样。对啊，天刚刚好亮、哦。好冷哦。我今天才穿两件呢、欸，我真的快冷。我说上来还好，你有手套。居居没戴手套，你手会冰死。我出来拍个照而已就。这里看起来很漂亮哎。漂亮啊，你往那边拍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资深的雪场，那是个雪场。那就是 family 啊，之后也要滑下来的、啊，从那个上面滑下来。从哪里？从左边的高上面滑下来。姐可以吗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全部都滑过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里跟这里的红线比，它只是大而已。那里比较平，大你可以，你就直线一直往到合理的地方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等一下继续滑，我要去大便。好、啊，你不滑了？我要休息的。你们要休息了？我而已，他们都还要再滑。哎、欸，斑斑还看起来还可以啊。好。你找回你的平衡感了吗？叔叔，我看一下你的技术吧。我在你后面。
会不会滑第二次下来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下面等欸。那是周少宇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滑的是吧？有人在下面等吗？我就不知道啊，我就在等你们而已啊。嗯，好像没有。你在想下一波就是。啊？应该还没四点吧？都可以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并脚，并脚，不要滑三角形。先要练习对的动心。哦。但是我觉得并脚是在逼他要按站对啊，因为他并不起来，他并不起来是。他都站不好。我后来我想起来了，我叫他往这边弯，用一只脚能站好，结果我没有教他往这边抬。有啊，我有叫他切进去啊。因为他头过来的时候就一直。我有跟他说要切进去，你这个边要切进，这样子才能站啊。就一直会往下哈。好，要不你要站在这里等，还是就滑？那我滑吧。好，他们的速度也是快的，所以最后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我不知道板板的速度怎么样。那他们三个是一组的话，那我感觉。啊！要放在柜子里面吗？是多屌！就放回我们柜子嘛。那你还给他，他拿给你，他也不知道是哪一组，就要单挑一次。那我就放回我们那个 locker 就对了。好，你有色号吗？有有有。好，拜拜。嗯，你把鞋抖一抖再拿进去。好，我现在说你进去前脚敲一敲。我觉得大概再做一两次就了不起了吧。对啊，已经四点了呢。那那不就没？可以到十五，到十五分吧。如果你求的是保持的话，那就是这一次要滑去南港，然后再做到最大最上面。然后这边偷看，看他们是又滑回来了吗？他们好冷哦，我今天都好冷，一直在挨好冷哦。我明天会多穿几色，就应该就不会冷。好冷，好冷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呦，这应该算是我们这季滑雪最冷的了吧？嗯，目前算最冷。嗯，对啊，有点冷。你也会冷？你的外套那么厚？那个脖子啊，额头啊，明天大概就会加码。你额头已经抹痕，你的额头跟帽子有够合了。对啊，但是里面是没有东西挡住的。哦，我现在只有眼镜通风超好。那眼镜通风超好，现在眼镜超亮。等于说我们买下一副眼镜的时候，安全帽应该没有要换吧？安全帽我们旧的还没丢掉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怎么丢？不会又大型垃圾吧？我们安全帽还在家里吗？没有啊。那我们安全帽在哪？忘了，被我处理掉了。你还有很丢在哪？哪有？应该在家里吧。那你说他在哪？我不知道，储藏室的角落，会不会？应该不是啊，除非我昨天那个我那吸尘器老是放不到底，难道就在那？好冷哦。嗯，好了，我们也差不多了。是滑这一趟就收工呢，还是一定要滑到这个缆车也关？
哦，你大头啦，南管棚都来关了啊，现在就四点，他不会让你坐啦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这里是最后面啊。嗯。那他们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了。那他们要知道才行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开始在流鼻涕了，这个收鼻水效果也没有了。第二就是风一直在吹，很冷啊，真的。就灌眼睛，眼睛流眼泪下去就变鼻涕了。去拿房间。高雄这座山。哦。3503是五开头，3503五啊，不是五开头啊，3503跟3504可是3104才是，3104是310几，对，所以我们的客房应该是五开头吧，35，你要给我赌多少？没有要赌，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是五。我骗你干嘛？就我唯一实证的方法就是，35很奇怪。好冷哦，快冷死了！表示我们的，这应该没有到五楼吧？为什么也是三？他不是说我们应该是在楼上吗？他说在楼上，然后解释吃早餐。他不可能有五楼吧？好冷哦，好冷哦，累死我了！还是就滑这一趟就好了。也可以啊，还是你很想再滑？我没有想再滑，今天就是普通中等练习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然后那个咔咔声一开始让我姿势整个跑掉，多少雨都不怕的样子。对，他唯一的问题就只有就是用扭腰在滑。那你要跟他讲啊？我有讲啊。扭腰就是我说的牛屁股啊，扭腰就是我说的牛屁股。对啊，看一下这个在吗？干嘛用抽的？啊？
有办法滑出那个线呢、欸。我刚也都没有。哈？我刚也都没有。为什么别人都可以？我发现我都侧飞出去那种。拿起来就掉了。没有没有烘脚胶，没有烘脚胶机，了不起，这样啊，换掉。